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飙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兄陈学进陈老师。哇，今天台北股市啊，震荡做拉回啊。那么今天的一个拉回啊，到底该恐慌害怕或建立信心呢？我想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嘛。当然要懂得建立信心嘛。如果你是我的一个会员家族，你可以看到我们满满获利啊，满满幸福之后啊。那么今天那个拉回有拉回才有低阶上车的一个机会嘛，股票不可能每天涨嘛。那么涨多了一定要怎么样，一定稍微做整理嘛，但是整理的过程当中啊，个股轮动轮涨又是持续嘛。所以这个行情啊，我就之前就一再跟大家说过，你看从19750点起涨以来，当时很多人看坏，很多人说看指数会下跌。我敢说全市场只有大兄敢斩钉截铁告诉你，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机会，因为来到铁板区了嘛。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大涨来到了一个18756点啦。那么短短的一个三个多月的时间大涨了将近2800点之后，那当然后面要涨它短线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就指数来说啊，短线的一定要还再做一下的一个整理嘛。俗话说假金弄破袜嘛。但是在整理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个涨，很多的一个股票盘面上能不滑许多的一个股票持续活蹦乱跳嘛。AI 股拉回整理。台积电的一个涨的一个震荡都拉回。但是这些拉回指数的拉回，它把这些的一个资金又转到怎么样新一波的一个题材股的一个身上嘛。那到底哪些新一波的一个题材股是大家可以来持续来留意的。我想这个才是重点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常说啊，行情要先要定位趋势必须认清到底在涨什么跌什么，我想你一定要知道嘛，因为当你能够了解，当你能够知道的时候，你才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啊，一再的重复追高杀跌，这样就不太好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都在跌什么股票第一个就是之前涨多的股票嘛，我就一再提醒大家，有些涨多股票你不要看到涨的时候哇你就很冲动跳进去，比如说像金利科，金利科今天马上杀跌停啊，安国也是一样嘛，哇这一波真的是妖股啊，但是你看今天这些的一个妖股今天缓的都跌下来甚至包括的一个涨，包括 AI 的一个广达，或是 AI 或是 IPC 制裁的一个涨的一个智源啊，创意这些的一个股票，你看今天都在跌这些的一个股票，那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今天会下杀很简单嘛，因为什么，因为股票涨多了嘛，涨多了总是要拉回嘛但是AI 人士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涨新应用题材的一个焦点这个方向是没有错但是我常说懂得买也要懂得卖嘛这是价杠的在乎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智源智源我买在什么地方，买在367买在367，然后大涨上来，新春开完盘，哇，开高大涨，当天还一度亮灯的一个涨停板。我问各位，这个时候可以追吗？我想很多很多的一个专家 ，maybe 当时会带你去怎么样带你去追价带你去抢进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带会员朋友来操作的。你可以看到，我就建议我会员，我说今天的一个资源，今天开高大涨再创新高在这个地方可以顺势获利，先顺势获利出一半。隔天呢看的一个压低下来，获利全出。你看我们的一个操作就是这么的一个犀利都有信息为证，全国所有会员都可以帮我做见证。这也是我们特别会员朋友手上的一个股票你看卖得漂不漂亮？如果你不懂得见好就收，哇，当天开高创新高，哇，你以为它又要开始涨了，你跳进反而跳进去的话，一来一回吵老嘴，你来一起看买呀，你跟着我买在367这一个波段一张价差可以赚多少？92.5块，十张让你可以开心大赚92.5块。但是如果当天你看到涨停板你才想要怎么样？才想要跳进去的话，你看最近连四天怎么样的一个下杀拉回来光是这样的一个下杀，哇，一跌跌到多少？一跌跌到将近80几块，十张都拿最，十张都八十几万都无去啊！一来一回差偌济，是不是差真多那么甚至包括那个广达也是一样我就告诉大家，新春开盘开高大涨，总是要尊重一下怎么样形态的一个压力嘛。你可以看到，你今天我相信你都看到了嘛。
为什么新春开完盘开高大涨，我们要带会员朋友顺势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你可以看到我从200块、215、220带会员朋友一路赚上来，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一张73块啊，涨到73万啊。但是如果你新春开完盘啊，你看到股价大开高大涨，你才想要跳进去的话，结果最近的一个下杀拉回，一跌一张就跌到多少？跌到30几块，将近40块，涨涨到哪？涨涨到要三要刚刚要40万都无去啊呢！哦，有时候是这说真的啦，真的不要跟自己的荷包开玩笑，包括那个伟创也是一样啊。啊，来到形态压力啊，我们要尊重一下这个形态嘛。AI 仍是贯穿今年台北股市的主轴，这个方向没有改变，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买你也要买对位置，不是看到涨的时候你就很冲动，你就怎么样，你就要想要跳进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一个操作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那么重点呢、如果说你今天你真的跟错专家，或是不幸买错股票，或买在不该买的一个高点上，那这些的一个股票最近的一个涨啊的一个压回怎么办呢？尤其最近呢、指数区间震荡，但是个股波动剧烈哦，做丢做唔丢，金价差金追啊。所以如果说你手上如果说不幸有些的一个股票你套牢了，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处理的投资朋友与其你放任错误不断的一个扩大并不是好办法，倒不如下定决心寻找新方法，让大师兄来帮你创造新前途。怎么样来创造新前途？很简单如果你手上有任何出口问题，第一个可以透过 LINE 的直接怎么样直接私讯给大师兄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把你手上的一个持股跟我们线上理财人员来说清楚，把它写下来，但是记得留下你的姓名跟联络电话大师兄情意相挺，来助你一臂之力那么再来今天到底在涨什么股票你会发现传统就 AI 股嘛今天怎么样下杀拉回。但是今天多方聚焦的一个主轴在什么地方包括的一个怎样包括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族群嘛，你看光盛因为接获到的一个 Google 的一个订单，你看今天持续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停板。包括的一个光弘也是一样甚至AI 引动的一个封测的一个需求华泰也今天也涨停板。甚至包括这个涨，包括的新通也是我们待会没有锁定的一个股票。我昨天我还事先提醒大家，星光大道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多方聚焦的一个主轴在什么地方？很显然多方聚焦的一个主轴持续流向在这些低基期具转机成长题材的一个股票包括的一个矽光子的一个题材，包括的一个光通讯，还有设备股还有什么？还有重电类股的一个题材。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来持续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新通我们昨天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这是我们一般会员你看一般会员我昨天是不是带你全力锁定新通？你看这是昨天的讯息昨天的讯息我就跟我的一个新进会员朋友说，我说3025的新通63到64那平均大家都可以买在63块半能可买进嘛？为什么要挂63到64？你一定要买到嘛，买到你今天涨停板你才能够赚到而不是每天在那边打空包弹。很多的一个专家，现在很多的专家真的很厉害，每天打空包弹要不然每天带你去追涨停板的一个股票，隔天持续涨了就拿出来演，然后如果隔天继续下跌，哇这档股票又跟他好像没有关系一样很多的专家只会在那边每天在那边事后便宜行事这对你完全没有帮助。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兄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的一个股票不多我常说做对一档，做好做满胜过乱买十档股票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待会没有所锁定的一个股票我们一切都敢讲在前面。那为什么我会带着我会员锁定新通这档股票？你看我昨天建议会员朋友6364可买进，旧会员朋友仍然可加码嘛那持股比例可以直接拉高到20%。看好不啰嗦就是怎样就是勇敢的一个这样勇敢的一个加码买进昨天全力锁定，今天怎么样？今天表现马上怎么样
啊，马上先赚涨停板啊！光是这样一眨眼的时间，两天的一个时间呢、啊，价差多少？15%，你没有看错，15%。那为什么今天它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的一个犀利？原因很简单嘛，啊，我问各位嘛，啊，在关键任务啊，网络解决方案嘛，啊，尤其啊，随着一个 AI 啊带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网络啊的一个快速崛起，包括的一个资安啊的一个商机，那谁能够解决这个资安的一个问题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尤其在未来啊，啊五年呐、啊，骨干的一个基础建设啊，进入的一个汰换潮嘛，啊，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资安跟整个的一个 OT 的一个防火潮，谁能够掌握到网络安全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谁就会是怎么样最大的一个受惠者。大兄，帮我会员朋友把它挑选出来。啊，我昨天还特别提醒大家，我前天我也告诉大家，星光大道，星光大道，星光大道。你有没有买我不晓得啊，如果你没有买你真的要赶紧来找我哦，否则查钢琴家查颈椎哦，你看我带会员朋友买进，今天马上亮灯涨停板啊，如果明天再冲涨停啊也不意外嘛啊，但是明天如果再冲上去不是叫你去追啦哦，不是叫你去追哦，为什么不是叫你去追啊？你会发现哦，最近的一个行情它的一个波动很快啊，往往你过度去追加的话，哇，你看到昨天很强的股票今天扑通下杀下来，比如说像建东啊，哎，昨天涨停，今天怎么样？啊，今天重挫大跌啊！所以很多的一个股票，你会发现，哎，急涨上去的时候啊，你看到涨，你才想要去追加。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在震荡啊经济涨过程当中，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啊。哦，震荡经济涨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来掌握到一档真正具有潜力的标股？我想这个才是关键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锁定一档股票之前，我们一定先把这档的一个股票，包括它产业面啊、基本面、筹码面，我们都完全彻底了解之后，哦，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不啰嗦哦，就是怎样带会员朋友勇往买进了。哎，不是每天啊看到涨停板啊才想要去追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大兄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恭喜啊，真的是恭喜我们全国所有会员。啊，今天新通涨停板啊，一般会员朋友啊的一个股票啊，你可以看到啊，大兄啊，一切都敢讲在前面啊，我已经啊讲了几天了啊，如果你没有买啊，真的很不应该了，你真的要赶紧来找我啊，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扎实分析，实在获利啊，这就是我们原则，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如果你认同大师兄的一个操作跟理念呢，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更多人呢可以看见我们的影片啊。如果你有不同意见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或是有任何持股问题呀，也欢迎各位把你的问题把它写下来，或直接透过 LINE 的直接私讯给大兄啊，大兄也会针对各位的问题呀。一对一亲自解答你所有的疑惑哦。那么重点来了啊，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啊，主力标股漂亮达阵之后啊，包括的一个涨，包括的一个四星 KY 啊，从917一路赚到4450块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涨啊，待会没有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绩效，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啊啊，光是这样一个波段呢啊，让你可以开心大赚多少？我想你自己看，不需要我多说啊。啊，当然现在我不单单我仍然是续报没有改变，设好停利就可以了哈。包括的一个双红啊，目标漂亮也达阵了啊，173、270、286、326，你看现在到471啊，光是这样啊啊，三档累计的一个价差超过183%。啊，短线在这个地方当然不要去追了哈，不要去追。啊，但是因为我们持股成本低，我们波段设好停利就可以了。真的要买，你等待什么？拉回当机会弧线的时候，可以买进的时候，啊，大兄自然会带你来买。啊，但是啊，都已经大涨了多少？啊，都已经大涨一倍两倍了，你这个时候再去追，我觉得也没有意思嘛。因为现在大兄要带大家来操作的是那些低基期、未来具有转机成长题材，啊，然后主力大户在低档默默吸纳筹码，啊，未来会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暴利空间的一个股票。哦，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带会员来锁定的一个机会，就像川股一样，你看川股从420啊、840、875一路赚到今天持续创新高。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跟你讲川股啦，啊，都会跟你讲哇 AI 伺服器的导轨的一个霸主，哇 AI 的一个伺服器市占率渴望冲高到70%，
这些大家都知道啊，但是重点是在低档的时候你敢不敢买，敢不敢做加码。你看我们看好一档股票，我们就带会员有重拳出击啊，三成四成这样的一个档重拳出击嘛，这是我们特别会员朋友的一个股票嘛。啊，你看从420块到1315块，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一个价差都超过两倍以上。都超过两倍以上啊、就算啊、你是啊、最近参加的投资朋友，不论你买在840啊、价差也都有五成以上啊、买在875啊、价差也都有四成以上哦、大兄的一个操作，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哈、那当然了、股价大涨上来了啊、这些股票、我们当然我们就破单，我们设好停利就好了哈、那包括这个先进光，我相信你也很清楚，今天再创新高，今天再创新高。啊、你没有看错啊！啊，很多人想说，哎呦，老师啊，先进光当时候啊，先进光啊，再拉回来啊，然后再拉回到140几块的时候，很多的一个会员就会问，老师，先进光这还可以买吗？真的可以买吗？你看，我就建议会员朋友直接买进，啊，从87.8块啊，一路的一个带会没有赚上来。哦、高出一趟之后拉回145、155，再带回没有怎么样？啊、全力锁定今天的一个先进光，今天来到多少？啊、262.5，啊、262.5，啊、很多事情呢、啊，往往啊、会让很多人想不到。但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兄就是能够掌握到？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就是在于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产业面的一个啊的一个了解嘛，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筹码面的一个掌握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先进光今天能够再创新高啊，光是这样一趟上来两趟价差啊，也超过多少 ?176%, 啊也超过 176%, 啊当然啦、今天已经来到 262.5, 没有叫你去追了齁、那我们波段单我们设好停利就好了齁、那继四星 KY, 啊窗户啊双红先进光之后，那紧接着我们待会没有又锁定哪些的一个股票啊、宜兰特快车嘛，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嘛，从83.5块、一路锁定，然后你看汉地八通大涨上来，哦、光是这样一趟啊，价差超过多少啊？65%，哦、那高档啊啊，加码单顺势获利换口袋之后，最近连续四天的一个震荡的洗盘，好漂亮，好漂亮啊、这档股票我持续看好哦，我持续看好哦。哦，那重点是啊、如果这档股票拉回，如果有拉回，那拉回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一个好机会？啊、我想这些你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哦，阿里姆灾啊，赶紧来找大兄，包括的一个啊、天后奇迹星球令也是一样啊，大兄免费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年前送给你啊、你可以跟着我们会员朋友啊、低档同步布局买进啊、拿到买到真的是赚到。你看当时我送给你的时候，你130、140很好买啊。我待会没有买在125、127啊。哦，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一个时间怎么样汉地八通大涨上来。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它都还没有结束哦。啊、它都还没有结束哦。哦，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让啊这个九令这一波渴望啊、上干到什么地方。如果有拉回的话，拉回到什么地方又会是你再一次低阶上车的一个机会。啊、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也欢迎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大兄来助你一臂之力，包括的一个五月天啊、的阿信信农科。啊、你可以看到啊、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涨啊的一个电子啊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电子相关的产品啊啊朝向的轻薄短小啊多功啊啊高速传输的过程当中，对于啊电磁波的一个杂讯干扰啊啊的一个规格啊跟需求提高。谁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信鸿科，我帮会员朋友锁定的信鸿科。这是我们单股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股票。你看从113、到今天为止持续稳步盘间。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切才刚刚开始。你可以看到整个量价的结构配合多漂亮。你看大兄就是帮我会员朋友。来锁定这类的一个账。这类有题材有未来有成长性的一个好股票。再来包括的一个中心店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重电类股也是当下的一个涨你不可错过的一个焦点题材主流股之一嘛。你可以看到华晨怎么样标的，华晨也是我们之前我们在会没有曾经大赚特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嘛。
哦，那么华城大涨上来之后，那么现在的一个中心电你可以看到哦，尤其在台电的一个强化的一个电网的一个商机哦，目前整个的一个在手接单将近400亿订单能见度看到2027年，现在2024 2025 2026 2027， 那我问各位，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在低档才刚刚开始的股票会不会涨？你好好想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对了嘛，你不要等到将来哇股票大涨特涨上来的时候一直在怼情况啊，老师啊啊我都没买啊啊，刚刚昨天看到的一个股价的压回又在担心害怕了，哇啊刚都有在买了，哦，千万不要这样哦，我常说啊，领先才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嘛。哦，你不晓得怎么操作，怎么来掌握，你跟上大兄的一个脚步就对了哈。包括星光大道，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哦，昨天全力锁定，今天马上啊现赚涨停板啊，真的是恭喜大家，恭喜全国所有会员朋友哈。那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哦，第一波漂亮达阵之后，哦，然后第二波全新主力标股。哦，第一时间我希望你能够跟上我们脚步。比如说我昨天跟他所谈到的一个车电王牌啊的一个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的老朋友，如果你有持续锁定，你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档股票。这档股票也是之前我们从三字头一路带会没有大赚到五字头一档股票。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拉回止跌契机弧线，我可以告诉大家机会又来了。包括的一个高速传输的阿嘎也是一样。AI 伺服器里面它需要用到的一个是什么？用到的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怎样啊的一个频宽越来越高啊，需要的用到是高速传输啊，能够解决它的一个怎样讯号衰减过高的一个问题。那谁能够掌握这样的利基啊？你可以看到翔硕怎么样的一个飙涨上来啊。那么翔硕当然了啊，股价飙涨上来啊，这种股票啊不是叫大家去追，但是啊，同时像这一档的一个阿嘎，营运处在成长的一个浪头之上。今天持续稳步盘间上涨，一切才刚刚开始。这又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不必猜啊，不必猜啊。那如果说啊，你想要啊，想要跟上的一个好朋友，你今天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就是加入 Nine 的或者鬼，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大兄都会在群组里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好，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脚步一起霸占波段主力标股。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也欢迎各位一起共商盛举，直接加入赢家团队的一个阵容。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你只要办好手续啊，大兄会给你想不到的一个大优惠，到底有多大的一个优惠？史无前例啊，绝无仅有的一个好康啊，那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取得联系的动作，下一档正在恭喜花旗线上，先进光第二。窗户第二，大兄啊，打开窗户啊！想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也欢迎各位啊，赶紧把这个电话给他拨通，02-2321-9933，空二二三零一九九十三，回他啦，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善导寺，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哎，同学同学，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哎，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拜拜。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好。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